没事，做梦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听到有声音，就过来看看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一个睡前故事。今年秋天，小橡树第一次结出了果实。我问你，谁家家庭医生给抱啊？谁家家庭医生给亲？你快过来！那我就对着仙女棒，也对着你一起许愿。 希望我们余生能够岁岁平安，健健康康。希望每年我都陪你守岁，陪你跨年。那就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、90岁都一起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也是我心里最好的答案。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任何事情都不难熬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要走了吗？我要把你打包带走。小初秀到底是位什么样的类型男生？文艺型呢？运动型呢？还是呢？还是？浮云深情。我就知道你骗我。嗯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就不让你再走了。 你们这里还缺招聘的吗？怎么啦？你无时无刻都想见到我？分分秒秒都可以啊。我们一定要生个女儿，这样呢，才会拯救她爸爸不会被她妈妈欺负。哈哈，你就嫌弃，那小孩就不带了。文珠一生真是辛苦了，在医院呢要照顾病人，回家。 还要照顾我这个病人。胡说！我这明明是在照顾爱人。在我心里，爱情不只是要分享所有美好的时刻，也要分享很艰难的时刻。我只怕你把我推开，自己一个人承受。都是骗我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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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蜘蛛精，爷爷的去世，我现在把你也弄丢了。蜘蛛精，从你认识我到现在，我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苦。